哎 ，Chuko， 哎 ，SWDA， 哎，两位午安。看今天能打过几层吧，不然我也不是觉得我今天能够打完啊。对啊，其实本来昨天想开台的，只是我昨天跑去打麻将了。因为昨天我同事的那个爸妈来了嘛，他爸想打麻将，然后我要不要打，我就跑去跟他爸打嘛，陪他爸打麻将。对，昨天没开，反正昨天应该是要跑完第二单打完第一层的。哎，大小姐安。我们还在第一层呢，我们还在第一层。我跑去打嘛，对啊，跑去打麻将啊。嘿，7907890安。哇，反正这边基本上就是一层一层打嘛，也没什么要注意的，不用看攻略了，好 go。飞过去嘛，不能一 K 嘛，那高手们连个跳都不会跳。嘿，机器人你好，死一半，大眼怪。この好機逃さぬ。行くぞ。来个疾风吧。見ろ方、早く。没有啊，我同事赢最多啊，他爸有赢啦，啊，我同事赢最多啦，然后我输啊，对啊，因为我同事也没有很会打啦，所以基本上就是随便打打啦，对啊。对啊，收了个快，哎、欸，晚安。因为没有打翻啦，就推倒符就而已啦，就推倒符就比较简单，就不打翻了。没赌了，没赌钱，啊，赌了人家爸爸妈也不好意思跟我收好吗？やりま。就打开心而已啊，蛮好玩的。为什么他这边没有明明没有路的地方放一只怪友，谁会过来打、啊？好吧，我会过来打。没有真的，我就麻将而已啊，就普普通通的麻将。开幕青牌谁啊？小泉吗？私の番だな。逃さない。那是也还好啦。さあ、とっとと先に進むわよ。可是他爸也赢啦，他跟他老爸两个人都赢了，然后他室友跟我们两个输了、欸。对啊，大家今天有没有好一点？今天不是感冒吗？还是怎样？对啊，这门就明不能开了，哪个智障会放这边放只怪有什么意义啊？可能开宝箱比较实际的。这种抓一个500个晶片干什么？我已经没什么东西好做了。嚯、哦，这好像不能赢的样子。
但不能晕，可是可以撞他屁股。哎呀，没撞到 ，shit！ 走，正面来。相手にとって不足はない。迈。开场先来个鼓舞掌，是他演示性，来吧。啊、对好、啊、再休息休息吧。变勉强了。私の番ね。开幕停牌其实不会说很难见，嗯，开幕停牌你打多了其实还是会遇到啦，我就遇到过2、3次，开场就拼了。反正开场拼跟能不能扛是两回事的。真的。开场听跟你能不能服是两个不同的故事。哦，什么？大约还有乐团，还要出团？太了不起了！哎，你用哪番？没关系，你可以学闪鬼一代一样，你可以不用唱歌，只要放音乐就好了。刚开 ，Everybody 八零安，刚开，不到十分钟，你看我还在第一层。我觉得这个换人系统对我真的毫无意义，我都是四个人 A 到底的，好吧，虽然有的时候是有用到啦。哎呦，那有个宝箱，可恶！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看到宝箱，可是宝箱看不到我。开场我是无双三小，这种东西我觉得打一辈子都不太可能遇到吧。干！手強いぞ。気をつけろ。俺の番だな。燃え盛れ。熱。任せなさい。今よ。我看到吧，对，应该是我看到，反正就开不到他，应该这样才对。这样才对，没错，您说的对，这样才对。踊れ、炎よ、アスカルフレア。任せるがよい。逃さない。在宝箱旁边你打开啊，不然你以为是像上次一样的那个妖怪吗？我が剣にかけた。别在讲闪一点演唱会，根本奋到不行，奋到有剩。那个，如果只单练演唱会的部分，可以说比《十与永远》还奋。嗯，好像哪里怪怪的。好烦，一直放这种不能晕的怪。拟态魔物也不错，还有经验值好吗？至少打拟态魔物，还有经验值可赚，也不错好吗？啊、就一只哦，好了，就一只用普攻砍死。看一代演唱会到底是谁负责的、啊？应该被晾死吧。可以给我解释一代到底是谁在做演唱会的部分？到底是哪个天才做的？不好意思，把那种垃圾拿上台面。My。哎，对啊，黑万，我之前看了一下那个《光明之响》，是不是这次做的还不错、啊？靠背哦，他要动了啦，吃我的苍子之焰吧！要杀我！那你要动，我要急死！戦闘終了，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。虽然应该还是有点作业吧，那我今天看一下，感觉好像还不错，就比我想象中的好啦。那没鼓声，五个人，然后都没人声，可能那个他们是用心灵传播术吧，他们是用那个心灵传送到你的鼓膜里面，就是普作，虽然还是说不上很好啦，但是还可以接受的感觉。燃え盛れ。
对啊，但至少好像还 OK， 还算能玩了啦。灵鬼对灵鬼的跳舞还不错，就那个双姐姐嘛，金发姐姐跟那个夏丽的跳舞，红红。行くぞ。逃さない。哦，没有啊，他只是不让你挂掉，可以直接接关而已啊。我觉得那还蛮合理，以前 RPG 都蛮这样，哪有挂掉给你直接接关这种事情的，对不对？在我们技术派玩家，这种东西简直不入流啊。应该会吧，我想，而且听说还是一次性的。不可能啦！我跟你讲，闪二现在要怎么样才会输给闪一啊？结果接下来发现李恩的正宫是绿毛，他们跟绿毛两个牵手结婚去了，好吧，这样讲有点太夸张了，好吧？比如说黑木其实沙拉教官，我要一刀捅死沙拉教官之类的，这样子我可能才会觉得闪二比较老，不然怎么看完现在闪二都不可能，天凯阿尔弗利德好像有点帅，都不可能输闪一啊。光是九教官的亲亲就值回票价了，哦，传说中的神凯，哎，我就70%啦，那我这样还要装毛那个，那我不用装准一，那我装准一干嘛？装别的看看，不过他自身也带15%回避哈，还是带的。对啊，接关是27元，还好啦，就跟比一颗魔法石还便宜。手強そうね，え？在哪里怪怪的？太过危险，気をつけろ。行くぞ。我来个李疾风吧，好久没用了。哎 ，C 二一二三三。我的番だ。哇，讲话都有回音了，吵，真是吵。魔法石还不是用来接关用的，是吧？是吧？乌头守卫安安你好，开个龙轮功吧。啊，怎么还不快上北斗？我要刻一单，快上北斗，我要刻一单。还靠啥？打不到哭哭哦。戦闘終了，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。对啊，可是那你就要靠塞道具啦。问题是那个你就一定得塞道具才行。看的没有啊，不一定啊，因为有时候你不一定打得赢啊，有时候你回击不代表打得赢啊，你有时候我觉得你塞魔法石，你真的想打那一关，你还是就打掉比较实际啊。又问题是游戏并不是回击就一定打，很多时候你还是靠魔法石直接打过啊。比如说不是有个勇者就靠了那个50颗魔法石打一个冰赫拉，然后就如果这样可以的话，我也想跟冰赫拉来一场激烈的战斗。好吧，知道就知道，不知道的不要问。是我电光火石吧？私の番だな。我が剣にかけて悪は許さぬ。巴克斯满也没，巴克斯满一满不会让你打好吗？巴克斯满的不会让你打的。那个人好像出一本跟那个。哦，看来至少再来个潮技的。潮翻了。哎，对，我有点好奇耶，如果黎恩装上那个霸道的话，
会是李疾风的第一下有效果，还是李疾风的两发都会有两倍效果？我懒得测了，只是很好奇。还好啊，你看小温之前打 LV 十也不是十几颗，十多颗魔法石砸下去。进魔法石那要另当别论啊，对啊。哦，两下都有是不是？ Ever 就怕干。我知道，我说以前啊，不是说这次啊。对啊，我是说上一次吧，还是哪一次？哦，不是算攻击次数是吧？好了，那就好了，废话不多，吃我烈阳爆了。大叔不好吗？大叔错了吗？大叔惹你了吗？你看看黄龙那个这么大的肌肉，是吧？黄龙的肌肉多大？黄龙，对不起，不是黄蓉。若是黄蓉的话，就只好交给我了。对，黄蓉的肌肉多大？多少？多帅？话说回来，我家洛基好像智障哦。我觉得我洛基至少吃了十几只的那个喇叭花，然后还在 G1、G2。我真想把那些烂喇叭全部塞在洛基的嘴里，可是我又觉得我搞不好很快就会抽到执行者的。对，打咩？对啊，教官喜欢大叔啊。可是木咒已经不算大叔了吧？那个谁才算大叔吧？黄龙算大叔。而且黄龙还用龟派七功，多潮。那好，唯一的机关。鸡不好吗？哎呦呦呦呦，他过来了。可是我觉得黄龙的用的地方还是有点微妙，我还是不知道黄龙放什么队比较好的。青龙十二主圣，看，可是青龙你可以吃水喇叭，或者你可以砸圣诞转蛋拿一堆小小青龙啊，是不是比较好升的感？还有追击者啊，那么多可以练的，好了，虽然都不是很好练啊，但是问题是洛基只能去那个伟大的航路打狗屁按喇叭花，麻烦死了。炽天使之门很潮吗？很潮吗？私の番ね。これはおまけよ。木堆过炎炎之塔是比较辛苦了。付き合い。はい。踊れ。对，这个游戏本来就是光对暗对比较有利啊，因为不被克啊。逃さない。然后加上降临，又是一狗票光尾王或者是暗尾王的。木印撒开，木印二分。哎，木印要吃啥来练啊？我上次抽到木印，可是还没练过，所以我不知道木印要吃什么练。怒吧，剩下没进化。五十一声音是会怒啦，这很合理的。五十一声音是我也怒了。哇，东京扎纳斗是什么东西啊？东京扎纳德，听起来好潮，那什么鬼啊？仙人掌跟木玩具。哦 ，ECO 仙人掌哦，那下次开的时候打一打吧。哎，你吸收就用玩智之光有料就好啦，怕什么？反正那就十回合嘛。目前也只有一只光天有那个而已啊。就来个玩智之光有料就好了，撑过十回合，搞定收工。
那结局超靠北的、啊。行くぞ。哈。装备密营，其实密营不难打，坦白讲。那个其实曜日的精灵比面具难，面具比较难。其实精灵没有很难打，只要你打点数够，其实还蛮好打的。塞只火奶嘛，塞只火奶，然后打点数够，其实不难打。或者是你可以找找看队友有没有什么执章宠的，就是想办法磨一磨，然后最后赏他一发就行了。哦，全新做还不错啊。升级完还要救急进化的，反正你应该先进目光好了，你现在进那个木案也没什么用，木案还要吃丸子。有啊，我刷到两只啊，我打到两只，主杖打到两只，小杖没打到，主杖打到两只，我遇到过两次，两次都有掉。哎耶，你看这就是人品 ，this is 人品。看来我平常辅导太太过马路是对的。私の番ね。これはおまけよ。さあ、みんな一気に決めるわよ。承知してお任せください。任せるがよい。让他抓 critical 行吗？时间爆发，俺のターン。任せるがよい。逃さない。我觉得应该可以吧，你研究一下应该 OK。哦，礼物抽最好。礼物抽只能抽一次哦。话说你送谁啊？啊，对，我知道九九要出星座，哎，这我知道，这我知道。I know。逃さない。後期。恐怖神宝箱哦，应该是之前放的吧？搞不好是上一代那个谁没拿？搞不好是上一代的那个。那个叫做谁？谁没有拿？那个狮子星大帝可能忘了拿，就留在这边了吧。干补血，混蛋，不要脸，下流。好不好玩再说吧。你看上次搞到那样子，事前各种期待，事后各种怒骂。戦闘終了。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。よし、やったぞ。任せなさい。うん、いいか。我觉得绝对狮子心大地放的，就像时空胶囊一样。对，好货都被大地拿走了。其实这边有攻击加999的东西。哦，天地珠，所以我们可以用南斗凤凰拳了吗？扫洒。天地珠是干嘛的？我看看。天地珠。哦。这不就是 EP4 吗？那当然就给你了。哎，讲错了，不是你省 EP4。哦，赞。你怎么不送我？没有、啊，跟你随便说说的了。
第一层终于要打完了，好，走过去存个档。哦，尤卡米，哦，尤卡米朗，大卫，那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没有给我那个补给吗？就直接开打哦？不会吧？哦，你不知道的，其实很正常，很多都不知道只能送一次。看，可是想想，如果可以一直送的话，那我不就吃那个什么龙，吃圣诞龙就爽了。来吧，站！第一层会是谁呢？我猜一定是那个破坏兽雷迪拿欧斯。